我们的小仙女刘亦菲又有新的动态了。这部近日刘亦菲登上了时尚芭莎七月刊的封面，这已经是她的七张芭莎封面了。在这组大片中，刘亦菲先是化身芭蕾黑天鹅，气质淡定释然，舞姿舒畅迷人，侧颜更是无敌。从这样专业的芭蕾脚背也看得出来，刘亦菲一流的舞蹈功底，什么高难度姿势都不在话下，活脱脱一位狂野的摇滚女孩，美得不可方物呀。不过在另一条杂志同时公布的视频中，刘亦菲有点粗壮的双腿一下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视频的大概剧情是刘亦菲登上舞台，站在中央忘我的跳着优雅的芭蕾舞，却不经意间发现天仙的腰身怎么消失了呢？原来是由刘亦菲主演的花木兰迪士尼真人。刘亦菲为了贴近代父从军花木兰的女英雄形象这么做的。随着开拍时间的临近，花木兰剧组更是公布了所有的卡司阵容。刘亦菲一出道给大家带来仙气无比的她，也出生于87年，虽然一直处于微胖的状态，但据说皮肤也是好到爆，但现在看来也是有些发福了。